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董杰安。在这个篇幅呢，我会向大家介绍移调夹的使用以及挑选法的使用。那么我会针对大师的一些作品，还有我自己个人的改编或者是创作等，做一些示范以及讲解。那告诉大家，不论是移调夹或者是挑选法的使用，它的想法以及概念到底应该是怎么一回事。那么在进入介绍之前呢，我想要先给大家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那么不论是移调夹的使用或者是挑选法的使用，其实都很简单，只有两个字而已，叫做需求。大家可以先这样子试想一下，在一把吉他是标准调音的状况下，假设我们的弹奏曲目是 C 大调，那么我的移调夹应该夹第几个格子才是正确的呢？答案是都可以。我们只要想一下，我们不夹移调夹可不可以弹奏 C 大调的歌曲？答案是可以的。如果我们使用移调夹夹住第一个格子，那我们还可不可以弹奏 C 大调的歌曲呢？答案是还是可以的。那么夹第二格呢？第三格，甚至第六格、第七格、第十二格、第十五格、第十八格，答案是都可以的。那么在夹这些不一样的位置，又或者是使用不一样的调弦法，差别到底在哪边呢？在移调夹使用的状况下，比较显著的差别是，我们夹了不同的格子以后，我们在不同的位置所遇到的把位，不论是音阶或者是和弦的执行都会不一样，我们的弹奏状况也就会有所不同。那么接下来是像我们现在夹了第四个格子，那么从第三格以前的声音就会都没有办法使用，只有办法做一些比较特殊的效果音。在调弦法的状况下呢，主要会有音符移位的效果，就像是原本我第六弦的音是一，那么我第六弦的音阶就会长这个样子 ：F、G、A、B、C。原本这些音会在这些位置，但是我只要把我们的调弦法换一个，假设我现在把它降到了 D， 那么对第六调弦来说，我每一个格子的音就都有所改变了，它都移位置，往后移了两个格子，所以这时候我的空弦变成了 D。我原本的 E 跑到了第二个格子，接下来 F 跑到第三个，同样的道理 ，G 会出现在第五个 ，A 会出现在第七个 ，B 会出现在第九个 ，C 会出现在第十个。而调弦法的使用，也就是利用这样子音符移位的一个效果，将我们原本很难弹的一些东西，利用我们的调弦法一调了以后，把难弹的音符变到好弹的位置，这样子我们的弹奏就能够更顺畅。